新北市目前是全台湾国民运动中心数量最多的一个城市。那么，除了现有的16座之外，在板桥、新庄还有三重地区，也都陆续有二馆的规划。画面中看到一排师生带着480多位的学童一起律动，要培养小朋友运动的观念。来自日本的知名健康器材公司，更是捐出了1500台的 BMI 电子体重计，鼓励这些孩童要建立良好的运动习惯。同时搭配 BMI 值的管理，并且适当的增加营养摄取，健康快乐成长。